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，打扰你们。我们来关心一下，就是目前你们在这边的这个安置的情形 ，O 不 OK 这样子？然后有什么样的可以帮助的地方这样子？你从哪里来？新加坡。新加坡。OK， 你们是昨天在哪里遇到我们的强震？你那个幸福餐厅，我们是在那边吃早餐，那我们就跑出来了。就是那十七个的其中六个，我们两个，我们六个对。OK， 当时就在一楼吃早餐。对，吃早餐，然后我旁边就讲，他可能感觉不对，他就跑，每一个都跑出来，哇，连那个整个倒塌下来。真的很惊险，第一次，我们怎么有？新加坡没有地震，新加坡没有这种感受过。OK， 所以人生第一次，人生的第一次，真的。要不要讲一下感想？感想是当时是，因为我们看到我的家人全部在，我就会怕。如果有家人在里面，我们就会紧张。我过后都觉得哇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他的东西就在摇摇摇，我们又怕有电线、有栏杆啊，我们又怕屋子会掉下来这些。我们自己本身自己真的很怕，真的很怕，感觉的不一样，真的是人生的第一次。那昨天是几什么时间点安置到这边？对对，我们就很幸运，很幸运的遇到福光山的，就马上就对对对，他们就安排我们来这边，很感恩他们，真的很感恩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